为咗令用家喺唔同场合，亦可以得到优质嘅音效无线装置 ，Rapu 推出支援蓝牙 4.0 嘅变频扬声器 Rapu A3060， 提供输出强劲而且外形美观嘅产品，俾用家喺家中、户外或者车上使用。除咗提供优质嘅音效输出之外，为咗令产品有更多用途，加入语音功能，令到用家能够透过 Rapu A3060 进行语音通话，满足更多唔同人士。Rapu A3060 蓝牙扬声器，外形以圆柱体设计，机身以金属材质打造，同埋以钢琴焗漆表面。同市场中以塑胶材质制造嘅扬声器比较，外观感觉更高格调，手感更佳，并提供钛黑、银白、亮青、天蓝、鲜橙同埋鲜黄色，适合唔同个性嘅用家。同时操控面板置喺机顶，提供四个背光 LED 按钮。包括音量减少、音量扩大、播放或者暂停和蓝牙连接，而开关键和 USB 接口则设在机身底部，操控简单方便。另外 Rapu A3060 内建蓝牙语音通话功能。 Testing, testing. Hello? Testing, testing.对于驾车人士或者用在语音会议的时候更为适合。扬声器将麦克风设置在机顶，令收音效果更为理想。配合蓝牙 4.0 的传输稳定优势，令用家使用免提通话功能的时候称心如意。采用最新蓝牙 4.0 音频传输技术，相对旧式蓝牙制式装置，其省电效果、传输范围和稳定性亦大大提高，传输数据更为高效，减少出现延迟和断线的情况，加强用家进行语音通话和聆听音效的听觉体验。 Rapu A3060 尺寸为 63×63×70.7mm， 体积和一贯香口胶相近，音箱隐藏在圆柱形机身底部，以放射式设计令音效反射至机身中部360度环状音孔上，令到音效能够以360度的方式向外传播，覆盖范围更加宽广。此外，扬声器的连接方式亦非常简单，只需打开扬声器电源，按下蓝牙配对键和播放装置进行配对，扬声器就会以真人语音作出提示。在开关、配对和低电等操作的时候亦会作出提示，亲切互动，令用家更清楚系统的工作状态，多用途的功能更能满足用家需求。